主料：鸭肉200克，蜜饭200克，鸡毛菜250克。辅料：油、盐、味精。准备时间：10到20分钟。制作时间：10到20分钟。鸡毛菜洗净沥干水备用。买的熟鸭肉也可以选咸鸭肉或者烤鸭肉。锅里放水，大火烧开，将熟鸭肉放入锅内煮5分钟，将油分煮出来。放入了冷米饭，大火烧开，换温火慢烧5分钟，将饭粒煮烂。放入洗净的鸡毛菜，加入盐，大火烧开，加入适量的味精调味即可。出锅装盘，烹饪技巧：鸡毛菜比较嫩，要最后放，烧开后即可出锅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